两个大师主人就平行相对，还是一直走前，一直走后？对，手是转，胳膊是转。对，两个，胳膊。私分享就是去打國家比賽的時候的心態分享之後，其實我自己都有所得著的。聽徐老師剛剛所說的一些心態上，去調整自己未來幾場學界的心態，和會調整接下來的一些技術，去提醒我的東西，我會即係盡量發揮在我最即係我嘅排球訓練上面。佢教咗我打排球接下手時候要兩隻腳並排，又要從肚呢度發力啊！喺如果喺之後有比賽咧，我覺得呢個係有好大嘅利益嘅。咁啦，中國女排加油！大家記住支持中國女排。